嗨，长颈鹿，有任务。有什么任务？想办法给长颈鹿石头量身高。石头是长颈鹿的名字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哦，石头。石头是哪一个？最深的那一只，年龄最大了了。那个最高的那个。对的，对的，最高的那一只。好高哦！石头老师，石头老师，快点来！石头，你有小如意吗？石头，你女儿小如意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多高？你们看一下，5.2米吧。确定吗？对，5.2米。好。小朋友们，刚才看到长颈鹿的身高多高啊？确定5.2米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。那5.1米吧。可以再肯定一点吗？5.2米，就5.2米。好。那就5.2米，5.2米哈。恭喜你们挑战成功。对了对了，5.2米。长颈鹿打卡成功，耶！师傅，我要跳舞啦！王纯，看这是什么惊蛇秘境啊？我想去。我一听这个惊蛇秘境啊，就感觉很适合跳 popping 里面的这个 snaking 风格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去，咱们去蛇岛拍吧。好，好，好。没想到这么远，我们要想去到惊蛇秘境，就必须要翻过一座山，然后走3个不同的园区才能到达惊蛇秘境，而且没法抄近道。我心情崩溃了，走了1个小时20分钟。唉，我真的崩溃了。我们为了到达这个惊蛇秘境，我们走了多久？好久，但是一看到惊蛇秘境，立马就精神。是啊，我看到惊蛇秘境，我立马就精神了。好，出发，孩子们。我和丁师傅说我想看蛇，结果为了完成我是看蛇的心愿，丁师傅带了我们走了1个小时的山路。真没想到天如会对我这么好。我觉得经历了今天动物园的拍摄，让我们组学到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你努力的虽然可能比别人要多，但是结果不一定会比别人要好，但是你沿途看到的风景是其他人看不到。师父，我要跳舞啦。你们今天早上做了些什么？你们做什么呀？我们做体能。我们在玩。你们一节课都在玩，我们一节课都在做体能。脚打开，快快跑起来，爆发力，小臂摆动，快速，脚往上，加油。所以你们这组是什么游戏？我们这组训练目的是过来之后炫耀一下自己的课堂很开心。我们来一个接力跑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哦，非常厉害。好，14秒，慢慢走。好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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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牛预备走，加油加油。好的，牛牛太厉害了。加油。马上下课了。到涵涵了，开始。哇哇，这里有点专业哦。他是否能够超越翔哥呢？翔哥现在很紧张。好紧张啊。到了，1413。哎，翔哥是14几几呢？待会儿揭晓。师傅，我要跳舞啦！孩子们，我们要去外面上课啦！各位师傅们，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的游戏。这个游戏的结果将决定你们的出发顺序。豆子姐姐加油，我没有第一个去。5、6、7、8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斑鸠、细尾龙、蟑螂、大象、丹顶鹤、公猪、母猪、羊。不能这样吧？母猪也行。什么东西都要经历一下的，好吗？再见了哈。师傅，咱们直接出发吧。
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，就是完成任务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哈哈哈哈，快点给我们水。啊！哎！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吃饭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已经完了，全部打卡成功了，是因为我们就是非常有实力。我看，哎，他们没有打这个秘密哎。必打卡，没有去。我也没有想到哎，我们到底是去干什么呀？我们已经走了一圈了。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神秘。师傅，我要跳舞啦！上课啦，上课啦！有谁觉得自己特别软？我搞不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也有点专业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练核心力量，脚打开，打开，跑起来，爆发力，小臂摆动，快速。我太累了。孩子们，我们要去外面上课啦！冲啊！希望我们今天玩得开心，学得开心，好不好？好。又来一个。哦，它是这样的。哇，大猩猩。怎么吃躺了呢？因为它是左边一口，右边一口。要挥挥挥。哎。水门这么难。啊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抛到石头上面去啊，扔不上去啊。可怜可怜我，让我先吃口东西好不好？太饿了。丁师傅，你们完蛋了。等着，旁边站着等着。下一站是秘密基地。孩子们，你们猜一下这个神秘地点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已经走了一圈了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去抢任务。发现啊，我来了。